11月25日晚，蔡依林通过微博曝光新专辑名字，写到 Ugly Beauty， 12月26见。此次是蔡依林暌违四年，终于要发行新专辑了，可谓万众期待。今日爆出新专辑名称叫做 Ugly Beauty， 预计将承继上一张胚作风，探讨多元化社会现象。如今时隔四年，蔡依林又孵化出了新的专辑，新的专辑备受瞩目，据悉将由索尼音乐发行。网友看到后纷纷留言，蔡依林全新专辑啊，12月26日见，蔡依林全新专辑 Ugly Beauty 终于来了，他来了啊！激动的只会文盲式追星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